这是一片美丽的森林，这片被称为历史的森林郁郁葱葱，有着让今天存在的数千年的根源，并蕴含着走向未来的道路。我们将不断壮大这片森林，以期让每个人在这片森林中自由探索，借此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我们时刻为未来做准备，这是关于回顾历史、准备未来的大韩民国主要史料编纂机构——国史编纂委员会的故事。寻找零碎历史碎片的伟大旅程。我们的旅程始于1946年，截至今天，从未停歇。从地狱到世界各地，我们不断寻找那些在等待被发现的珍贵史料。我们就是这样寻找史料，还有为了让这些史料揭露历史真相，竭尽全力为史料注入活力，用今天的方式重新诠释过去的记忆和留存的记录，将其变成帮助我们创造更美好生活的知识与智慧的源泉。拼接零碎的历史碎片，探寻人生道路的韩国史料编纂机构，我们始终携手国民，一起走向历史。我们不断挑战，只为连接昨天与今天，汇编人类历史，用活字记录人生智慧的工作。随着数字化时代的需求，将长时间累积的庞大史料进行信息化处理的工作，这一切均承载着我们希望国民以更有趣的方式走进历史，成为历史研究道路上的可靠伙伴的期盼和意志。我们深信，历史与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对历史的洞察力将成为开创更好未来的动力。我们会不断证明这一信念。我们将从历史中汲取无限价值，让国民的今天和明天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今天我们在此汇聚一堂，这里将是新的历史起点。我们将与更广、更新、更大的世界沟通，继续我们的旅程，与国民一同走向未来的美丽的历史森林。国史编纂委员会。